当女友给我和弟弟做饭。把你这个棉花糖给我吃。你干嘛？我帮你搅和搅和。啊？这个面团真有劲儿啊！来，龙小玉吃点饺子。我吃辣条就行。嗯，为什么不吃包饺子？这里面放了。哦，对，我忘了，我在这馅里放了点香菜，他不爱吃。哼。嘿，我有办法让他吃。来啦来啦。真爱吃吗？爱吃。小哥，要不我去给你弄一条鱼香肉丝吧。对对对，鱼香肉丝你肯定喜欢。鱼香肉丝来喽。哟，这看着可以吗？退把火，就是说他还是会做。啊？为啥鱼呢？鱼香肉丝。当我和弟弟帮女友减肥。这不是白水面，这不是白水面，这是肥肠面，这是肥肠面。这不是汉堡包，这不是汉堡包，这是窝窝头，这是窝窝头。你出这个窝窝头海蜇吃了吗？有啊，我自己做的薯条。这么厉害，那快来个手吃。噔。可以啊，龙小姨，这个怎么做的？刚上学的。哥哥。好像刚刚有一道黑影，吃耗子。赵老师，你现在跳半小时刘畊宏，我给你吃世界上最甜的东西。什么东西这么甜？让赵老师先跳。好了，跳完了，快给我吃世界上最甜的。看好了啊，最甜的。当我在家里玩逛三元，性别原理有什么？男的、女的。这不算，你不能说这种只有两个的。神神的再来，星期天逛三元，桃园三结义园有什么？官飞、章鱼、牛。嫂子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啊？玩得起。那还把我们关外边？再来，我再说了就放你们进来，还跟你们做饭吃。哥哥，好像外面也挺好的。不行，必须来。星期天逛三元，水果园里有什么？苹果。猴子。大象。我们输。是吧？嫂子，再来一把。不玩了。你这次说红绿灯园有三个，最后肯定是哥哥输。那我才不玩了。哎，来来，这可以。红绿灯园有什么？红灯、绿灯。黄灯。洪师爷，帮我泡泡面，记得拿拖把盖好哦。好。泡面。你说那东西给它盖好了。我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我欢欣沙漠，处处充满脆的嘞。开心往前飞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再去泡一碗，不要拿面饼盖了。那拿什么盖？什么都不盖，直接端出来。你看，什么也没盖。一直往前飞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我来做个鸳鸯锅吧。鸳鸯锅，嫂子你这么厉害，哼，我是谁？鸳鸯锅来啦！当我让弟弟在女友面前念出他的个签。嫂子，你最近经常喝酒吗？没有啊，我没喝酒。那你有没有一个人偷偷在深夜抹眼泪的习惯？有个灯。哦，那我大概懂了。别乱倒苦水，别喝得烂醉，别为不值的人流眼泪。
爱上了阿杰，在一个有星星。哎，卢小叶，你怎么走路的时候这么喜欢穿裤兜啊？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班上有喜欢的女同学。我才没有。难怪，怪不得你说，哥手插口袋，哥谁也不爱。老宝贝，我请你喝口奶茶。哇，这个颜值可以啊。是吧，这个是奈雪是集团霸主小王子玫瑰草莓，是他们推出的玫瑰奶茶，而且今天情人节嘛，他这个心动奶油顶就很适合情人节的氛围，拿来送对象特别浪漫。情人节的第一份心动奶茶来送给你。谢谢宝贝。对了宝贝，你喝奶茶喜欢加冰吗？挺喜欢的呀。我就知道奶茶要加冰，爱我要走心。阿珍爱上了阿珍，再一个。我去，你拿了这么多压岁钱啊。嗯，勾住我了。哎，你别急，你就说哥哥今年对你好不好。是吧，那我今年是一分都没输到我，你这个输给哥哥分一半。哼，好，那我就开始分了哈。来，你一百我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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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分好了。刚给挖了个假蚊子，你怎么地呢？你干嘛？蚊子，你脖子上有蚊子，你看。你的嫂子她肯定没你这么聪明，我建议你去整一下她。啊，龙小姨，你是个饭店蚊子。蚊子，嫂子你脸上有蚊子。哦，蚊子，那谢谢你啊。对，我就是看最近天气热了呀，咱们家里蚊子特别多，我还专门拍了个视频拍蚊子，我给你看，真的特别多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怪你的，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？我不仅会怪你，还会教你怎么把苍蝇画得更像。哦，嗯，恭喜你打死了他。老周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我们来比赛弹脑高光，谁弹得轻谁赢。谁吃谁赢。嗯，你先来。嗯，好，我先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咦，到我了。嗯。啊！赢了。当我假装给弟弟，整点科技与狠活。啊？哎，弟弟回来了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，坐着吃饭。我还有作业没做，我有些懵事。哎，你着什么急？作业吃了饭再做嘛，这些菜可都是你嫂子特地为你准备的。啊？快吃啊，愣着干嘛？你是不是嫌我做菜不好吃？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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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嫂子，我错了。啊？你错什么？其实我昨天只考了75分，我在上面加了一笔，改成了95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下次努力就好了。快吃吧。你先吃。为什么？你是优先。啊，哎呀，吃了一口。嗯，真好吃，这不错。嗯，特别好吃。好吃。看样子他放心了。嘿嘿，不。哎，宝贝，快把这个吃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解药啊！啊！妈妈，我又不行了，哥哥要害我，我又不行了。哎呀，是白糖，是白糖。弟弟，我想吃草莓，能不能下去帮我买点草莓啊？我没空，让哥哥去。给你50，这钱归你。嘿嘿，你最喜欢给嫂子跑腿了。一共86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哥哥，钱不够啊。老板，我少拿点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把你不要的选出去就行了。
就少拿一个呀，我送给你就行了。我只要这一个。真不出来呀。我有办法。一共多少斤？363。现在呢？345。这个草莓15克，结账吧。这就是你买的草莓。嗯，给狗都不够吃。嫂子，你们美女不都是小鸟胃吗？我就是看你这么个大美女，这一个肯定就够吃了呀，我还怕你一个都吃不完呢。那好吧，那还剩多少钱？剩的钱全部在这里。嗯，我们这么在乎他却你趴地上干嘛？哥哥，我好像又发财了。怎么说？你看我在这里找到了根金条，我要发财了！插几个冰箱贴数字就要发财了，搞不搞笑啊你？但是哥哥，那里面好像真的有几百块钱啊！真的呀，老人快点拿出来给我看看，真的有好几百啊！你快看，好几百呢，这次我真的发财了。这是我的私房钱。谁发财了？他就是在那个冰箱下面翻了几百块钱，他说他要发财了。冰箱下面怎么会有几百块钱？你说。反正就是我翻到了这几百块钱，不是我哥的私房钱。啊、就这样，我同时失去了私房钱和我的家。当我测试女友的智商，发现是负数。来，宝贝，这个鸡蛋给你吃。啊？你怎么吃？这是个母鸡蛋，我不喜欢吃母鸡蛋。你怎么知道它是个母鸡蛋？嗯。我看出来的呀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吃了这么多年鸡蛋，也没看出来公鸡蛋母鸡蛋有什么差别、啊、是吧？嫂子，你看这蛋黄，一看就是母鸡蛋啊、嗯、我懂了，母鸡蛋的蛋黄没有公鸡蛋那么黄，对不对？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对，所以公鸡蛋更有营养啊。好，那我马上下去给你买公鸡蛋啊。哎哎、还是没拦住。不会被老板赶出来了吧？买到了吗？没有，他让我去精神病院旁边的那个小卖部，他说那里买的。你说是个包是弟弟让你买的？对呀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真、啊、真不是我想要买，就是他非买，非我敢买，我在破破的也敢买的，女我想敢买啊，这么贵包。他一个小学生买个20000的包来干嘛？哈、啊？说说。来，这个包，你给我装不装进去看看，看了装不装得下？啊？还有笔。还有纸尺。好，那行吧，这个包你拿走，拿回去上课啊，千万别给我拿回来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哎，现在还不行啊。嗯，这个包是他来准备补课用的，但是现在已经禁止补课了呀。对呀、啊、那我就只好先帮你用着了呗。嗯，大不了以后他要用再还给他。当女友要减肥。嗯，没热量，没重量，没热量，还是零卡、嗯。嫂子，你这个不行，你得拿我这个才称得出来。你看，2.1。这不还是零卡吗？宝，
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薯片一共90克，你吃了这么多零克的薯片，那这个重量是哪里来的呢？我去，